见啊。哦，那个会不会跌倒啊？哦哦哦！我帮你拿了，依依不要爬了，依依先下来，等一下跌倒了，你看你踩到那个了。婆婆，那你要说什么？就是你要说不客气。不客气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耶！爸爸换你玩了。换我玩一个。玩。怎么没有飞呀、啊？你要飞很远给我看。那你再拿来，我飞一次给你看。哇，又这打到我的肚子了！我飞一次给你看。哇，飞到去抓按摩了。爸爸，你会吗？哎，怎么了？给你看你飞。换我，我会飞第一名哦。你看哦，我们要抓前面。对对。啊！不要不要啦！不要，那个不是吃的。要折好。你以为我在吃？啊！不要。要折好。你看。嗯嗯嗯，你又亲了做什么了？好了。好耶！怎么就这样？好，哇，飞太远，呜呜，还会转弯，不幸运的飞机会转弯。我帮你这个风用大一点，它会转更多弯哦。有飞很远吗？对，来，再来这边，你再从这边射过去，哇，这样子飞不过来。从这里飞过去，它会飞很远哦。从这里飞过去门那边，因为现在风从这里吹过去啊。哇，大成功！哇，你看。吹不飞不过来的，因为太危险。哇，一直撞墙壁啊！我怎么往后飞啊？你要飞很高吗？呜，哇塞，还会空哦！你给它飞很高，它就会在空中转弯呢。那你有吗？那你借我用一次。你看，你没有飞很高，要飞很高才可以。哇，怎么又飞回家了？他出去玩去了。哦，我娘喂！我走开，咻，飞到椅子下面去睡觉。还会从我的屁股下面过去呀、啊？嗯，为什么会这样飞？还给他透气。咻！哇，飞太远了啦！哇，你那边捡不捡得到啊？